二熊画的是什么？那个吗？海绵宝宝。藤子不二雄画的是小叮当。莱姆。对对。那你刚刚说的井上雄彦，他曾经是北条司，也就是城市猎人的徒弟。对，北条司啊。对对 对。你看看你遇到专家，你这样怎么办？再掰吧。我们是漫画王耶，熟吗？嗨。好了，没有，他老板在那边搞笑了。那你知道樱木花道是在第几集剪平头的？哦，他是在第三十啊，不，他是第23集，23集吗？对，23集是跟谁打？你知不知道？跟那个嘛，林南嘛。好，你可以从那边走了，谢谢。不能叫漫画吧？有机会吧？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哦，就是。他画的还蛮可爱的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你看，但我也曾经想当漫画家哎，哦，对，但是我后来打消这个念头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漫画家，你要每一个角度，人的每一个角度都要会画，也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的女主角要画得很漂亮，哦，对，对不对？老板，如果你真的以为我真的只有画这个头的话，那你就错了哦。不瞒你说，今天呢，我带来一个作品，那给你们瞧瞧，真的吗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哦，哇塞，看到是我哎，好像哦，哇哦！我昨天自己在家莫名其妙就开了 Kevin 老师的无名小站，下载了一张照片。天哪，来来来，给我们评画的很好，哇塞，哎呦，火腿，好像真，哎呦，好像，好像哎，哇，像，好像哎，你这有行贿的嫌疑耶。真的，可是漫画家是24小时都不能睡，被追稿的时候。欸、可是他画的好好哦。真的吗，小鬼？我的风格比较偏向抓狂一族那种。我先录取你啊！哇，所以在求职的时候带一些他自己的作品来说是会有帮助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对设计科的感觉。欸、真的。对，其实光说不练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是带多一点过去的作品哦，特别是比如说有得过奖的啦，嗯、哦，或者是在业内啊有一些口碑的。像这些作品呢都有加分的效果。我最厉害的就是从来不参加比赛，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无师自通。哇哦，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现场可以十秒画出一个人头，画出来给我们大家看。哇，这谁呀、啊？额头吗？威廉，对，这是威廉本人呐、啊。没有错，当然就是威廉。真的假的？还真的挺像哎、欸，还挺像，真的假的？还像，好除了耳朵不太像。哇塞！而且在十秒之内就把威廉精髓画出来，瞧这额头油油亮亮的，就跟威廉一模一样呢。接下来要来面试的就是小鹿跟威廉，他们想要应征的梦想职业又是什么呢？那你好啊，你叫刘陆平啊，今年22岁啊，今天希望能够得到。